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张活游嘅演艺人生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张活游嘅演出列表。今集系由1950年开始讲起。1950年，梁冷艳嘅上集同埋下集，缘尽今生，挑巢丹凤，烽火送慈云，鬼屋凌霄孤雁，月下琴挑属苦云，同埋大独裁者等等。跟住系1949年，1949年有萧月白嘅上集《小青吊影》，咬碎灵芝，原来我父兄，夜祭那老婆，凄凉紫梅花，相逢恨晚，血染断肠悲，三娘吸水，一生儿女债，辣手碎情花，生死缠绵，卓文君夜访相遇，金叶谷同埋萧月白嘅下集。跟住就讲到1948年啦。1948年张活游嘅演出就包括有《冷月照郎归》、梁山伯祝英台的上集和下集、十二美人流、情侣种情花、妙想天开、曲中云段、风流女册、荡妇魂归、神秘妇人心、妖女复仇、天下妇人心、夫荣妻未贵，同埋打破玉龙飞彩凤等等。然之后就讲到1947年啦。1947年张活游嘅演出有《火树银花》、《含笑饮砒霜》、恨锁琼楼、晴天血泪、长断长灵雁。然之后1946年，46年就演出一部啫，就是闪电姑娘。跟住是1944年的忧欢如梦。1943年，1943年有三部演出：《弦断曲中》、《生死鸳鸯》和《人海飘零》。跟住1942年有一套演出《逢梅碧玉》。跟住1941年《红豆曲》、《古屋情魔》、《多情燕子归》、归怨、乱世佳人、春归三凤、罗通素北同埋再生缘。跟住是1940年，1940年张活游呢就有以下的演出：广州顺武桥、添丁发财、翻头婆起牌坊、范梨花移山倒海和白旋风。跟住1939年，1939年有三婶玉堂春、桂枝告状、姑嫂坟、大闹三门街、三戏白菊花和大破铜网阵。
咁此外，张活游啦，亦都监制过一啲电影，有三套。咁以下呢三套咧，就是、由张活游负责监制嘅，系1962年嘅《叶海遗恨》上集，1955年嘅《长生塔》，同埋1949年嘅《相逢未晚》。咁此外，张活游退出咗电影圈之后，就有一段时期就参加过 TVB 嘅。咁佢喺 TVB 演出过嘅电视剧集啦，就包括1976年嘅《船》、76年嘅《书剑恩仇录》、79年嘅《抉择》、1980年嘅《亲情》。同埋1982年嘅《山水有相逢》等等，咁最后就讲一讲张活游嘅家属成员啦。咁张活游就有两个仔，一个女啦。咁佢嘅大女啦就叫做张玉珍。咁张玉珍啦就系著名嘅粤剧花旦。咁第二个仔啦，就叫做张宝坚。咁张宝坚就应该大家都识啦，佢就系著名嘅导演楚原啦。张活游亦都有个新抱啊，个新抱就系著名嘅粤语片红星蓝红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张活游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这里也都全部完结了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N与Lam频道。下一集就继续同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红伶的演艺人生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，继续收睇，好，拜拜，下一集再见。